你不要打那两个字，我们昨天都被警告了，不要打啊，不要打跟我们车子无关的事情哦。对对对对，应该就是那，应该是那种，他前面昨天那个签名写了很大的那个。是的，不要打啊。Toyota， 不过在我们国内 ，Toyota 分为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，它是两个厂家产的，不一样。奥米不是有吗？然后，对，现在广汽丰田比较好卖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七七，谢谢七七。为什么？谢谢榜一大哥。紧张呀，你要入职。好的，你要去广丰啊还是要来别克呀？不过广丰和别克都比吉普好卖，这是真的，吉普现在不是很好卖。你要来我们家可以啊，你过来呀。你是合肥的吗？你在我们直播间就这么你给你同事看见怎么办呀？欢迎大家。我们公司不太管这些，只要你把手头的事情干好，只要你把车卖出去了。对的，我们公司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好就行。就哪了我也不知道，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车啊？对啊，我们旁边的这个，你们是北京店，你在北京啊？北京我都没有去过。我跟你说，北京卖 GL8 要加好几万，我们只要加不到10000。七七，为什么你可以飘屏啊？因为他是那个高阶的那个，他那个级别高就可以飘屏。嗯，旁边就是别克啊，旁边是哪一家别克店啊？北京大市行吗？我怎么这么，我觉得我没有啊。看看威朗，好的好的，我去给你拍威朗啊。主播要一起过去吗？还是我去拍？没有迈锐宝啊，看迈锐宝的买我们家的别买我们家的君威啊。我去给大家拍拍威朗啊。